大家好，我们是那个热情奔放、可爱与腼腆的八哥龙爱。好，我们先一一介绍我们自己，我们先从右边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伟伟，然后注意名字叫什么？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沈天庭，然后注意名字叫谁？然后今年升高三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廖伟成，注意名字叫吉尚，然后国三。大家好，我升高一，我叫徐宇翔，然后我的兴趣是喜欢听到尖叫声。喂，大家好。打电话。大家好，我叫洪浩伟，注意名字叫一度，然后声音高音。一度站，一度站。陆家陆站。大家好，我叫陈建廷，注意名字叫二度。然后今年要升高二，谢谢。Hello， 我是阿斌，然后很感谢你们来到这边。嘿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王俊宏，我是都兰早安美之城的小开。还有，书记，还有，一。谢谢爸，我三名这一半。以后在都兰看到我，早上可以打折。慧珍姐真的吗？慧珍姐真的吗 ？OK 吗？慧珍姐真的吗？有打折吗？有。光年纪你们有福了。好，我们带我们第一首歌，也是最后一首歌曲。我们带刚刚上一个人的，他的歌叫做《路》，我们放上他的。前方。
们请我们今天不是主角的主角，苏明哥。